要告看兽医啦！驾驶见警方上前拦查，主动向员警交代去向，假装配合，但一连警长神情却让他露出马脚。哎，下面，来，这刀。员警拿起手电筒往副驾驶座一照，座椅下的东西立刻吸引警方注意。 原来在副驾驶座发现一包毒品海洛因，眼看赖不掉，男子只好乖乖配合警方上铐逮捕，却没想到这还没完。你手包啥啦？手啥咪啦？你就是要等这包嘛？辛苦个一包。男子坐上警车，他的手机是已经被铐上手铐，人紧握不放。原警察觉有异，结果又在他手里发现一包毒品安非他命。 藏毒男甚至还一度想要将毒品趁机丢弃，但被眼尖远警及时发现。警方巡逻，就藏毒就发生在21号晚上6点，新北市板桥区。50岁的陈姓男子原本要载他的爱犬去看医生，但开车速度忽快忽慢，吸引远警注意，上前拦查。没想到却在他车内搜到一级毒品海洛因。事后在搜身过程中，又在他的左脚袜子里找到另外三包。 别人啊是狡兔三窟啊，而男子啊是藏毒三处啊。本案共计查获毒品海洛因4包，安非他命1包。再怎么会藏，还是难逃远景的鹰眼盘查。即使拿生病的毛孩当挡箭牌，还是没有用。开车藏毒露馅，注定贼心该败。新闻洪瑞里、周成威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《镜新闻》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